人数之后还要去顺序，第一张，第二张，第三张，第四张。OK， 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记一下。OK， 来告诉我照顺序，第一张什么？黑桃 A， 黑桃 A 对不对？他答对了，很好。第二张什么？第三张什么？爱情六。你的记忆有没有出点问题？这还蛮简单，第二张砖块，第三张是梅花，第四张是爱心。非常到此。红心机到此。砖块到此。其实梅花顺序有点小出错，但是还是 OK 的，一到此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哇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那你说你先去了，只有骰子配杯子这样过瘾，你可以把骰子收到口袋里面。杯子有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干嘛的？要不现在就会有。我喝酒，那一颗可能不会有杯子盖，有时候呢另外一颗酒杯在。哇，想喝酒，而且刚好塞不进去，谢谢。八哥，九哥，十哥。